这画像上的人也太好看了吧。这么好看的人为什么会画在这么阿杂的地方？长得不错呀，不如你剃了他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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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样？你都吐血了，师傅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都给你打成这样了，都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什么打成这样？我这是牙龈出血，上火了。好好好，师傅，出血，出血，出血，我相信你啊，是吧？师傅，你这臭男人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去打他，他都能把我打成这样，你上去不等于送死吗？我这家伙内力深厚，有几下的功夫啊，有意思。不是师傅，咱们这么多人就这么算了呀？对呀，对呀，这样算了。他坏了咱们的好事儿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就是啊，就这么算。大伙儿刚刚也都看到了，那满屋子的古董，能顶好几个陆家呢。好，师傅呀，发财了，这真的。这个人，我要定了。